哎，鸡蛋碰石头啊，鸡蛋碰石头，碰碎奖励800啦，碰碎一个奖励800元了啊，发家致富的好渠道呀，鸡蛋碰石头，哎，哎哎，大哥来来来，看看，你这干什么呢？鸡蛋碰石头，碰出一个奖励800呢。大哥，你是做慈善呢？是有这想法，不过呢还是得生存呀，是不是？得生存下去。你玩吧，鸡蛋碰石头，碰出一个就奖你800。多少一回？100块钱。100呢？有点消费呀。贵啥呀？贵呀。你大哥，你会算账吗？你花100块钱，完了你碰碎一个奖励你800，你自己算一下，你是不是净赚700呢？是不是？哎呦我的妈，我算的对不对？也是啊，那可不咋的呀，玩一次吧。谁呀大哥？这不是天上丢馅饼吗？是不是？对呀，多好的事儿啊，是不？啊味儿！哎，大哥，我没那么多钱呢，你能不能便宜点？这怎么便宜呀、啊？这本来就小本买卖，是不是？你花100，你投资100块钱，你净赚700，那还用得着便宜吗？你这赚头太大了呀！你就100来一次就得了。80。那不行，80不行，你这不是。哎呦我的妈！这怎么还越整越少了呢？你再者说，我也没有零钱呀。20。喂，我走了，我真走了。人家你大哥，哎，你说你挺大个人呢，你这，哎呀，那就80吧，行不行？来，给你。哎呀，这大哥呀，你这不有钱的吗？这不正好100吗？你看你在这儿跟我费半天劲的，还在那嘎，还在那讲价，还在那。你这么地吧啊，你就100块钱就来一次就得了啊。啊？我没有零钱呀，来吧，来吧，来。哎，这有几十，拿着来。你等，我给你整个袋子，你套一下，别整地上，它埋汰了，是吧？哎，这大哥真要求啊。必须的嘛，来吧。那我开始了啊。开始吧。哎呀，碎了！哎，大哥，看到没有？来，给钱，800。哎，碎了是吧？啊，走吧。走吧。啊，都是什么情况这都？你石头也没碎呀，鸡蛋碰石头嘛，你石头没碎，我能给你钱吗？是不是？哎呦我的妈！我说吧，你就是个骗子，你。就当我花100块钱买个酒，什么人呢你？哎，大哥还来玩啊？碎来玩，碎的啥了？屁！鸡蛋碰石头了啊！鸡蛋碰石头，哎，碰碎一个奖800。都看一看。大哥，你卖鸡蛋呢？啥玩意儿卖鸡蛋呀？我卖石头的。卖石头呀？我估摸着你在卖呼鸡蛋，我想着过来买2个吃呢。吃啥呀？吃呀？你不是你干啥的呀？你没事靠边吧啊，靠边。哦。游戏呀、啊，哎，玩游戏我行，我玩游戏最在行。你能行吗你啊？行啊，咋不行啊？啥呀？我这是成年人游戏，知道吧？你小孩子你不行。再者说了，你不一定能有钱呢。赶紧走吧啊！还要钱呢？啊，那可不对呀、啊。你这说鸡蛋碰石头，碰了然后还奖励800，也没说要钱呢、啊。你也是。
那做买卖不得要本吗？对不对？你没有本上哪去给你钱呀？是吧？你先花100块钱，完了封税以后才能给你800，知道不？哎呦我的妈！100啊！啊，100呀、啊！哎呀，我看你也没有钱，赶紧走吧，别耽误我事儿啊！100我好像没有，但我有400。哎呀，400呢？这家有钱就好使啊！来来，玩吧。行，给你。哎，好嘞，来吧来吧，玩吧。哎，那打一个鸡蛋啊？啊，是啊，你打两个，你得再给我100。哦，来吧，给你整个袋子，别弄地上，它埋汰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我要这块石头，这好看的。行。嘿，对了，你看。对了，是吧？对呀。800块钱，哎呀，你啥钱啊？你完事儿了，赶紧走吧。啊，这稀碎稀碎的，你还没给我钱呢。800块钱，您我说的是鸡蛋碰石头，那你石头也没碎呀、啊，是吧？鸡蛋碰石头嘛，碰碎奖励800嘛，对不对？石头碎呀、啊？啊，这石头咋碎呢？哼，这不都鸡蛋碎吗？哎。那你这么地吧，要不然你再碰一次试试，行不行？你再碰一次，说不定下一个鸡蛋就能把这石头给干碎了呢，是不？嗯，行，我再玩一次。哎呦我的妈！给你。好嘞。我不要这块石头。行，你随便挑，这么多呢。嗯，这个来劲来劲。来。石头啊石头，你等会儿一定要碎啊！这鸡蛋不碎你也得碎，听见没有？这晚上回家，我给你做猪肉炖粉条子啊！听话。麻利麻利麻利，轰！碎碎碎碎碎。看我跟你说啊，那个小姑娘啊，这有可能吧，你刚才跟这石头说那些话他没听明白，是吧？你得再来一次，你再来一次他就明白了。他不爱吃猪肉炖粉条子？那有可能呢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嗯，给你200了。那你就都给我得了，你再玩2次。我万一一次我就行了呢，就赢了吗？那你万一一次不行呢，是吧？那行，那就随你就一次一次来吧。那玩2次吧。你看看这孩子，哎呀，2次啊，来吧。石头啊石头，你要不爱吃猪肉炖粉条子，你乐意吃啥我给你整啥，行不行？乖啊，听话，一定得睡哦。肯定得睡。嗯，肯定睡，来吧。哎！啊！不干了，不干了，怎么又是鸡蛋碎呢？不是，哎呦我的妈！再来一次，肯定就碎了。你赶紧的。这次我一定能让石头碎。啊，来来来。换个石头。这个了。给那啥，大哥，我把这800都给你，我这玩意儿把你这鸡蛋都给你。
你可拉倒吧，你别玩了，快快走。咋了呗？没事儿啊。哎呀，你走吧走吧，我收摊儿了。走吧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钱儿，这赔多少呀？这个，哎呀，这姑娘刚来的时候看着傻乎乎的呀，没想到这脑子挺聪明呀。行，我得换个地儿。